在今天公教中学的校园内矗立着一组铜像雕塑，满脸淤丝的长者，凛然自信，旁边是一名中学生和一名小学生，在仁慈长者的脸上带着一份福佑济重、凄凄关怀的神情，他就是我们母校创办人来自法国的劳爱华神父。 劳爱华神父在1935年创办公教，初时可谓历尽了艰辛。开始的时候，学校只是教堂前面的一间小屋，里头只有几排木凳，学生也不多。以一位外籍传教士的背景，老师说他并没什么特别的资源，就靠着四处奔走呼吁，得到教会和社会人士的热心支持， 才能在短短20年内把学校给建立起来。1934年，我叔父到新加坡来，这边的教堂请他过来。那个时候还没有中学，那个是一间小小的这个叫二三四个孤儿 的一个小学校，结果我叔父来就帮助老神父，把这个公教变成一个小学，然后再升为中学，再变成高中，完全中学，是这样来的。所以我爸爸那个时候是在泰国，我叔父就请他过来，他说："大哥，我教父是最大的了。"他说："大哥，请你过来帮忙教国文。" 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国文的人才，那我爸爸没办法，就辞掉那边的职务，他在泰国做校长的了，那么他调过来，移民过来新加坡。打从开始的时候，劳爱华神父就已经为公教奠定了一个明确的教育方向。他说："公教中学就好像双轨火车，中英并纵，突然无累。" 直向他的目的地奔驰而去，谁跟着他走的真是幸福，必能获得健全的教育。双语政策公教开始用，是姚国华校长的时候就定这个双语政策。可是开始的时候啊，我们不习惯用英语来讲话会笑嘛，都还是用这个华语。不过写呢，读了。 我们读了很多书，写了一些很多了，啊，长文书短什么，我记得哇，每天都这些英语。那么那个时候啊，看报纸，看英文报，Tiger Standard， 我们也看了，啊，所以啊，中英文报纸就看。不，我觉得，公教那几年呢。 对我读书的过程呢，改变了很多。我早上去公教，下午去应校，晚上去夜校，所以整天呢都是读书了，因为没有电视，什么都没有嘛，没有娱乐。对对了，所以我那么运动呢，篮球也打了，足球也打了，足球是要爬过那个篱笆，那个圣约瑟对面那个操场里面去打的。 所以我宗教就4年了，我读到初中，那时候有初中会考，1950年初中会考，那么考完了，我不能再读2遍了，那么我就转去应校了。1937年，母校第一座三层楼校舍落成了，这栋建筑物可说就奠定了我们母校的基业。 在公教第一任长校的是由中国请来的姚国华校长。姚校长除了校长之责，在学校的草创时期也参与筹备工作。姚国华校长对教育的宽阔胸怀和刻苦耐劳的精神，让公教在创校后短短10多年里
就取得了学生中英兼备、成绩优异的良好效益。也因为早期学生不多，学生与学校之间的亲和力非常坚厚。其实那情形就像在一个学系的大家庭里一样。直到今天，许多退休老师和老学长对当时的学习情境以及姚国华校长的贤明作风仍然津津乐道。我记忆中呢有一件事情是我亲眼见到的听到的，不但见到的听到，有两位同学姓杨的，家境本来是不错，但是因为日本的同在日本统治的时候大概环境就不很好了。那么他这两位兄弟呢在公校念书，一个是念大概是六年级，一个是初一吧，初中一，家里穷，本来不是这么穷，但是在这战争以后啊，这还没有这正式这个翻身过来的时候是这样，早上没有吃饭，有两兄弟早上饿到昏倒，我的师父也略微知道他的家境了，就是你怎么样早上没有吃饭，他就说昏倒之后就醒起来，结果我师父啊姚先生姚校长他说你不要管这些学费的事情，你零用钱甚至零用钱你爸爸没有给你，我给你，那么这两兄弟呢将来结果是很成功，大哥在这个抗战的时候，就是日本还在新加坡的时候，就回到昆明去，结果他英文很好，他成为这个国民党军队的这个翻译官，替美跟这个美军做这个联络官，弟弟呢后来跑到华中去，在华中高中毕业，不过对母校还是很敬重的，很亲爱的。不过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呐、能够帮忙他就尽量帮忙你，不过你一定要用功读书，一定要用功读书，要读出有成绩，那他就很高兴。这日本时候我们逃难到马来亚的基銮呢，战后呢就出来新加坡，那我先到华侨中学报名，可是他说你都没有念小，我没有正规的启蒙教育的，没有念的什么小学，所以他说你没有念，那你三年多做什么？这本书念这本文了、啊，他不行，那你有没有毕业证？也没有，后来没有办法报这个华侨中学，我就跑到公教。那个是姚国华先生做校长，他很同情。他说你不能够念太低了，你都这么大了。他说你应该试试看五年级还是六年级。很好，他实在是吧。他说你五年级念一个时候看。念了一两个礼拜，他说你行啊，可以，你现在到六年级去念。毕业我就拿这个文凭去华侨中学去考。那考上了，读了三年，后来我爸爸说回到公教去念，因为那个时候公教就强调这个两种语文的教育，他说你去公教念，你肯定啊英文会打好一个基础。后来我很听话的嘛，爸爸说去公教，我又回到公教了。姚国华校长又跟我收过来，他说我叫你不要去你要去，现在你回来了，我回来了，那么我就在那边读三年的一个高中。公教的那个姚国华先生、他对学生真的是好，我在1948年他就介绍我李志业还有张天富三个去神州市教补习教华文，可以说是神州是有华文开始是48年我们去教的。就是在这个日本战争的时候啊，我们没有学校去念书，他还亲身叫我们回去学校，亲自，不单是亲自，而且还叫他的
哥哥，就是我们所说的姚润富老师，同时跟我们补习，补习我们华文，补习姚润富老师补习我们华文，这个姚校长本身教我们英文，还有数学我就忘记了，一下暂时记不起。不过总而言之，好处的就是，到那个时候啊，我们很辛苦了，整天都忧虑到怎么吃另外下一餐的时候啊，他自己本身还是继续的努力，叫我们回去。他是亲身叫我们十来个同学，没有收费的，自己掏腰包。我相信那个时候他一定是倒贴的，真的。那么学校是倒贴的那时候？不，他个人了。他个人倒贴啊，学校拿水电费啊，这个东西啊，从哪来？我们就是去补习而已，不用花一分钱。只要我们去，他已经很高兴了。对，所以就是这种是老师啊，是很难得的。1951年，四层楼的小学部校舍也落成了，但与此同时，将学校打好基础的姚国华校长也因为被委任为新加坡教育部的事学官，卸下了公教校长的职位。姚国华校长之后，接下来公教几位校长都是由天主教圣母昆宗会的修士们担任，他们是第二任校长吴尤俊修士，第三任校长孙继昌修士，第四任校长盛整国修士，以及第五任校长张世典修士。公教是个天主教，所以在道德方面在特别要注重啊，使这个学生不单是一个学识方面很聪明的人，很所有成就，而在道德方面，在伦理方面，对于爱人爱国方面也该能有很好的训练。尤其在开始的时候，他们在1950年特别请到这个修士啊，圣母会小昆仲会的修士来，同时呢，不但校长是一位修士，而且在教职员里面有很多是修士，所以修士呢能够影响他们，不单在言语方面提到基督，提到基督的精神、基督的教训，而且身教，他们自己身为一位老师，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生活的方式能够影响学生，所以这样的话呢，使学生呢在直接、间接方面都得到很多的训练和培育。我初中四的时候就参加公教的学青，我看这个影响我相当大，这个因为跟一些教友参加这个学青的支团，每个星期开会一次，那么而且有研究福音，那因此跟这些教友同学的这种友谊就慢慢的建立起来，那么还有因为通过这个学青的活动呢，我就比较积极的就是接触一些学校的同学而且跟他们谈一些关于这个宗教的一些问题那么还有人生的问题，所以这方面呢就加强我这种使命感啊。就最早之前，那么校长办公室是在楼下第一间一进门那边后来我当的时候，我校长的时候就把它挪到二楼去了。二楼第一间课室我们变成校长室还有办公室，把它隔起来，并且那时候也装冷气，还旁边隔壁还有一个小屋子是接待室，里边还有个冰橱，有些那时候学生那些不轨的学生就上那边去偷吃巧克力糖说那时候都很有趣的。那时候我一天的生活整个的是在学校，那早起我要去教堂，教堂是6点钟有礼节，做完礼节我就回到吃早餐，然后整个时间就在办公室里边。那说是有上下午班制的，上午班有学生上课，下午班同时也有学生上课，就是这种情形。所以我那说是整天全日制勤，
在我要在学校吃饭，在学校住，所以就无所谓呢，一些办公时间都无所谓了，整个是那样，学校就是家，家庭就是第二个学校。在张士典修士掌校的60与70年代，公教中学达到一个之前未曾有过的成绩高峰期。那时候，无论是学生的学业成绩，还是课外活动，都是前所未有的蓬勃。在没有国中礼堂的建立之前，我们以前就是课外活动，比方开庆祝会了，都在小学部食堂底下举行啊。那边再有礼堂之后就不必了，就在这边。我还记得以前做周会早起，没有礼堂之前都是校长站到二楼，那学生都在楼下排队，只是那样来做。在礼堂建筑之后，就很多课外活动都在那边推动了。比方通乐队，我记得那时候练习通乐队也是在礼堂，歌咏团，然后就是校庆，那么都在。这个礼堂是 multi-purpose。就是说多方来应用的，中间有一个隔扇，把隔扇关起来，一部分是礼堂，那部分就可以就是做其他别的活动，因为他们乒乓球赛了什么也都在那边举行。那时候我们第一次举办了校外音乐会，第一次举办了学生校外画展，我们出版学文，为学生文艺打开一个新的创作空间。我们组织了弦乐团、军乐团、合唱团，也有出色的童子军和学警团。真是叫人难以置信，光是点数这些项目，学校的课外活动就有20-30项之多。许多校友都说，张士典校长是一位软硬兼施的校长，他既注重学生的学业成绩，同时也要他们从课外活动中学到如何丰富生活的各种知识。也有些校友说，60、70年代，也就是咱们公教开始进军奖学金天下的年代，那个时候张士典校长对于鼓励学生考取奖学金真是不遗余力，而公教学生考获奖学金次数之多也常叫人叹为观止。70年代初，张士典校长鉴于校舍已不足以应付需要，便在旧校舍的旁边衔接式地筹建了一栋现代化新校舍，所增添的全新空间除了底层大礼堂、四楼大讲堂、工艺绘图室、音乐厅、科学室、图书馆、语言中心和更多的课室，屋顶上听说还有一个大花园呢。郭锦超是负责国家美术馆的馆长，他提过，他说假如他一旦要接受这个建筑物的之后，上面的那些美术作品还要原封不动，还要保留。在奎因街念书的同学，除了老师们，肯定也忘不了许多在我们身边的人物。打钟的彼得洛是瞎眼的，他只是打钟。对，另外一个他有帮忙锁门什么，帮忙在做那个。另外一个老一点的矮矮的啊，打扫学校的很好。我们和他合作就是说呢，尽量帮他搬坐坐椅子，他通通做到完，真的做到完。我们公教的校友毕业后把自己一生都奉献给学校的江一兴书记，谁都忘不了他那一手俊秀清逸的字体。还有那一位天天为我们敲钟的盲人波多路。波多路是一名孤儿，由教堂收养，他不可能看表，不可能知道时间，但敲钟却从来不误时。不过随着学校旧校舍的关闭，波多路的钟声也早已成为一个旧时代的绝响。80年代为配合国家教育政策的改进，同时也因为奎因街中学部及小学部校舍都已经不足以应付学生的增长数目，
便决定另外找寻新址，新建全新的校舍。在等候新校舍落成之前，公教经过了一个学生四处分散上课的时期，我们不妨就把它称作公教的迁徙时代吧。公教的迁徙时代有好长一段日子，学生们都在别校暂借的校舍里上课。从某个角度上看，这无疑也削减了一个原本大家庭的归属感和凝聚力，以致那股大家庭式的群体精神和对学校的感情变得有点支离破碎。许多原有打好的基础，学生们的士气与精神都必须重新再来。70年代后，继任长校的有叶坤灿校长、陈克业校长、廖明德校长，以及 B322街新校舍初期的陆佳琪校长。虽然这几位校长都已经尽力想方设法要把学校恢复到以前的水准，但是要全方位改进整体成绩，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过，在新校舍比以前良好的环境里，并且在公教第一位女校长黄慧珠校长领导之下，她和一群热爱公教的教职员，不畏艰辛和不吃劳苦，终于把公教从低潮里再次鼓动起来。今天的公教，在2003年新学年上任的新校长李学文领导下，正逐渐充满了新的学习活力。正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一项长远的，需要累积许多代人们心血的工程。无论是在学校里的校长和教职员、家长或是公教校友，对于维护母校都有一份义务和责任。要拥有这个能力，大家必须互相保持紧密的联系，才能把这个力量团结起来。尤其是历史悠久的校友会，已经是一个大家维系和联络的好渠道。公教校友会成立于1970年，一直都是联系母校和校友之间的重要桥梁。校友会和母校经常联合主办课余活动，也常为母校筹募各种建校基金。校友会设有张士典教育基金、姚国华奖助学金、孙继昌奖学金，这些都是作为培训学校教职员、学生各类奖学金等等用途。除此，校友会还设有学长辅导计划，让已经毕业的学长辅导在读学生的学业以及他们在身心上的涵养发展。Just as long as you stand by me。今天，让我们再听一遍大家都熟悉的钟声与校歌，让我们紧紧记住这份难得的公中情缘，让我们重温过去，珍惜现在，为母校创造将来。